宋爷爷竟然背着瑞宝下班，果然还得是宋三岁。瑞宝在爷爷的背上就跟小孩一模一样。这个画面又让我梦回当年了，想起小时候福宝宋爷爷就是这样被下班的。福宝在爷爷的背上表现得非常乖。今天宝家族熊猫世界又来了一位新成员，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有些紧张，宋爷爷不断鼓励着小姐姐。当初宋爷爷可是一位社恐人员，如今也是改变了很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熊猫世界的新成员小姐姐。今天的宝家族最新视频她来了。 还在睡觉的双胞胎宋爷爷就开始对脸拍，还捏了捏辉宝的小脸。出外场看到宋爷爷的辉宝，立马就冲向爷爷。不愧是宋辉啊，非常喜欢黏着宋爷爷。现在在那场的辉宝已经拿捏瑞宝了，对着瑞宝一顿输出，最后还将瑞宝推下了木桌。爱宝和瑞宝都在睡觉，辉宝独自营业，在认真的吃着竹子。爱宝的睡姿也是相当可爱。此时的福宝则是在宋爷爷做的木桌上面积极营业。宋爷爷说，福宝就像女王大人一样闪闪发光，乐宝也是在认真营业，躺在木床上。 上吃竹叶的样子表现得非常悠闲自在。接下来就是宋爷爷和辉宝拍照互动了。此时的宋爷爷头上已经长满了白发，脸上也是憔悴了不少。虽然是和辉宝在拍照，但是嘴里念叨的都是福宝小时候说以前福宝小时候也是这样和自己拍的。两个小家伙已经对竹叶越来越熟悉了。宋爷爷将竹叶掰小块给瑞宝，辉宝咀嚼。双胞胎睡着以后，宋爷爷就开始用手给瑞宝、辉宝测量长度了，尾巴、头、小脚、耳朵。辉宝的前脚非常的长，好像很好的遗传到爸爸乐宝的基因了。 福宝的专属长凳宋爷爷已经给他搬出来了，在长凳上吃饭的福宝非常的开心，爷爷希望他一直保持这种情绪状态。天空飞过一个直升机，爷爷表示自己又想给福宝做一个直升机玩具了。吃完长凳上的竹叶，福宝又爬上了树，坐在专属木桌上继续吃起来了。回到室内，又要给双胞胎喂盆盆奶了。 干饭灰衣就是最先吃完的那一个，然后就好奇的看向了拍摄镜头。瑞宝则是一次又一次的从木床上摔了下来。宋爷爷给双胞胎拿了处理过的竹叶，开始让瑞宝、辉宝尝试吃竹叶了。干饭灰表现得非常好，不停的在咀嚼。瑞宝这里就没这么顺利了。宋爷爷将竹叶放到嘴边，瑞宝都不想吃。接下来出门营业的双胞胎又收到了新玩具篮子秋千。爷爷说和小时候的福宝一起玩过，看到秋千的辉宝非常的好奇，自己就爬进了篮子里，然后摇晃起来。瑞宝则是表现得非常害怕。 不敢玩这个篮子秋千，在一旁看着辉宝玩，辉宝虽然多次从篮子里摔下来，但是辉宝并没有害怕，不断的尝试感受着新玩具。看来被妈妈爱宝打通任督二脉的辉宝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再也不是那个一出室外就害怕的社恐灰了。